开创新局，领导潮流，电视新纪元，优频道起播大典现在开始，让我们欢迎今晚的表演艺人王艳青、黄素芳、严丽珍、宋怡菲、欧艳萍、郭慧文、李慧明、王璐江、沈清善、林明伦、陈凡之、李哲雄、詹金泉、郭亮、全一梦、陈玉云、钟琴、轩轩、蔡一智、蔡一杰、苏志威、陈慧珊、罗家良、陈晓东、韩君婷、钟丽缇、吴小丽、胡瓜、高一平、曾志伟、谭咏麟。新纪元优频道起播大典，首先我们要感谢新闻及艺术部长李玉泉以及夫人莅临现场，为我们优频道开台加油打气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同时我们要感谢到场观礼的海外艺人，还有我们 TVWorks 英文频道的艺人们，谢谢你们的出席。所以大家看到今天晚上台上可以说演出阵容鼎盛，台下是星光熠熠，这就说明优频道将不断地将最优质的节目带给每一位观众朋友。说的是，那么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将会为新加坡的电视史上留下历史性的一刻，因为单一的选择已经成为过去，从现在开始选择就在您的手上了。哎，大家的过去我们来不及参与，可是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运用你的选择权，让优频道陪你度过你生活中的每一天。